觉得投资的话，好球！好球！这个防守是那个背身。大哥别打上去，快点快点，就这样，因为我正在呢，还有一个，这是第几？这是最高级，看看最高级啊，最恐怖，然后学那个防守战术。我觉得我体能不好，说话要是打不掉。你现在穿鞋子干嘛？我没穿裤子。
人跳高，速度也很快，还炸那个。这个联盟打的最强就是那个决定，对不对？
较不好的。他刚刚挺低调的，他好像第一个赛季，就是尤其是他第一个赛季，锻炼身材水平就是，还有几个人能扣篮，没有可能把篮筐放低了，可能上来站上去而已。Thank you.
礼物。你就学胖子了，找他吧，别用了，用容易。我运动的还关键就是我不能用那种弹力，然后就被骂了。不是，我不是那种弹，我下半身那种，是吧？那个我。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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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。